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。今天小五带来《陈情现代版霸》霸比，接招吧第五十集。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。这一次魏婴没食言，因为他也累了，给女儿咬一口就当哄娃娃。只是这一口，某妞可是使了劲头。魏婴怀疑他新仇旧恨一起来了。魏婴望着自己手腕那一排整齐的牙印，嘴角一撇，向男朋友撒娇。 蓝湛，妞妞欺负我。蓝湛握着他的手腕揉了揉，一脸温柔的说：“晚上带你吃好吃的。”闻言，那撇下去的嘴角快速就上扬了起来，笑得眉眼弯弯的，好不惹人。蓝湛握着他手腕的手指紧了几分，一双浅眸都快粘到人脸上去了。果然，色彩是威力最大的毒品。报仇之后的妞妞，心里的气消了。 小短腿跑起来轻松了不少，身后两个爸爸粘在一起，不知在嘀嘀咕咕些什么。他一个人照样玩的欢乐。这个动物园的猴子园是开放式的，人可以和猴子互动，但是进园的时候，管理员会建议游客把贵重物品先寄存，免得被猴子抢了。蓝湛把背包放到寄存柜后，在妞妞的要求下，带他去买了香蕉，说要拿去喂猴子。 宝宝，你怎么知道猴子要吃香蕉？爸爸，妞妞看过呀。以前拿爸比的手机看到猴子吃香蕉，还有好多好多水果，他都喜欢吃。比如妞还喜欢吃水果。妞妞绘声绘色的给爸爸讲以前他在手机上看到的有趣的事情。宝宝，以前爸爸爸比没带你去过动物园吗？魏英好奇。照理说妞妞这么大了，肯定去过动物园。 可他的表象像没去过似的，格外兴奋。爸比，你忘记了？我们去过动物园，后来妞妞不见了，然后爸爸生气了，我们就回家了呀。魏婴愕然的望了蓝湛一眼，女儿不见了，蓝湛还生气？未来的蓝湛脾气这么坏吗？不仅魏婴奇怪，连蓝湛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女儿不见了，自己应该是担心的呀。 怎么会生气呢？他觉得肯定是有原因的。宝宝，爸爸为什么会生气？因为妞妞看到帅哥哥跟帅哥哥走了，爸爸看到妞妞和哥哥拉着手就生气了。噗，行呀，蓝湛，魏婴眼角带笑，带着明晃晃的揶揄味。蓝湛九，爸爸是怕你被坏人抓走了才生气的。蓝湛本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，谁料到女儿一点都不给他面子。 才不是！爸比说爸爸是吃醋了才生气的。妞妞去帅哥哥家玩，爸爸还哭哭了。嘻嘻，哈哈哈,哈！蓝湛，你蓝湛看到某人已经笑弯了腰，本来就灵到粉红的脸更是长得通红。蓝湛，想不到你这么小心眼。你说以后你从事的职业是不是酿醋师呀？嗯，魏婴用肩膀撞了一下蓝湛的肩膀，赤裸裸的取笑人。 后来呢，宝宝魏婴还嫌事不够大，继续煽风点火，就喜欢看着某人一脸不知所措，又尴尬，想辩解又无从说起，被憋得支支吾吾又无从申诉的样子。原来蓝湛还有这样的一面，这样子也怪可爱的。爸比，什么后来？妞妞眨巴着大眼，没理解爸比见的是什么。后来妞妞还跟哥哥玩吗？爸爸哭哭。 妞妞就不跟哥哥玩了，但是妞妞幼儿园还有更帅的哥哥。妞妞在学校跟帅哥哥玩，爸爸不知道。妞妞说完，还自己捂着小嘴乐到不行，像偷了腥的小猫咪，哈,哈哈哈！我的小祖宗，你怎么这么花痴呀？看来自家这闺女是深得他的真传呀，看到美色就挪不开眼。可是你这一说，爸爸不就知道了吗？魏婴看了某个铁青着脸的人一眼。 魏英怕妞妞再说下去，某人就要哭了，赶紧叫停。好了，宝宝，我们快点去看猴子吧。看完猴子就去吃饭饭，明天起床了再去看别的动物，好不好？怕某妞等会哭闹不肯走，魏英先给它打好预防针。好，如妞等会要吃好多好多饭饭，要吃到肚肚长成这样。妞妞挺了挺自己的小肚腩，行。魏英拍了拍他的小脑袋。 那你走前面带路，爸爸爸爸比跟着你。好，那爸比你要跟紧妞妞哦，不要跑丢了。妞妞像个小大人似的叮嘱完魏婴，就径自往前冲了。魏婴看某人闷闷不乐的，偷偷牵了他的手。反正这个时候人也不多了。蓝湛，你干嘛？我取笑你，生气了？蓝湛摇了摇头，转头看着魏婴，一本正经的询问魏婴。 你会不会觉得我性格太不好了？我又小气又计较，还爱吃醋，应该正常人都不喜欢吧？魏英看着他满脸不开心的心疼了，哪有？你哪有性格不好？你只是不爱说话而已。你这个人做事情细心又有耐心，你看你把妞妞照顾的多好。要说性格不好，我这脾气又急又倔的才是不好呢。再说了，别人不喜欢更好。 要不然你长成这样，幼儿园就被像妞妞这样的花痴骗走了吧？哪还轮到我？真的吗？你真的不介意？蓝湛还是有些忐忑。魏婴太受欢迎了，蓝湛知道学校有很多女生喜欢他，他怕魏婴只是因为妞妞的原因才误以为喜欢自己的，等他清醒过来，可能就后悔了。我介意呀、啊。魏婴冲他眨了眨眼，然后在人失落的目光下补了一句。 我介意你喜欢妞妞多过我，我没。蓝湛急急忙忙想解释，却被某个小辣椒打断了话：“爸爸、爸比，你们快点呀，要不然太阳公公都回家吃晚饭了，月亮婆婆都要出来逛街街了。”妞妞一屁股坐在侯园门口的凳子上，晃悠着两条小短腿，就看着落后一大截的两位爸爸，贴着耳朵不知嘀咕些什么，心里那个着急的呀。 于是就把以前爸比数落他的话都拿出来，还回去给他。门口的管理员听到他的话，扑鼻一声就咧嘴笑了。这孩子可太招人了。虽然他也不理解，他为什么会有两个爸爸，可能是干爸爸吧。现在都流行认干爹干妈。知道了，马上就来。魏婴一边应着他，一边转头跟蓝湛抱怨：“这闺女什么都好。” 就是这急性子的性格随我不好。蓝湛不置可否，大小辣椒确实有时挺让人头痛的。好了，进去吧，等会别跑呀，要不小猴子会追着你。还有，别伸手手到猴子的嘴巴去，知道吗？魏婴蹲下去，细心的给小家伙把衣袖放下来，免得不小心被猴子刮伤。知道了，爸比，你放心，我会跟小猴子好好相处的。我给水果他们吃。 他们就不会抓我了。蓝湛低头看着一大一小，温柔溢满了心间。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。